现在呢，再来这个，哎呦呦呦呦，马上就到这个奖了。什么？旅行生活类。哎呦，嗯，这样让我想起之前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节目哦，之前闺蜜嘛，我跟婉婷姐一起去出《闺蜜爱旅行》。对。一不小心就得了收视第一名。对，大家可以去往那一集找来看。我们去菲律宾的克拉克。对，那下次不要再带我去动物园了好吗？好，尽量带我去一些酒吧之类的。好，我们两个那个不算是好的范本。哦，接下来入围的这五位呢，真的是很厉害了。我们来看一下入围的名单。好，入围的有，请看。一起登山吧。突然那个晚上有亮光，结果是发现是月亮从东方升上，从那个林木间上，非常活泼，非常自然，非常可爱，帅着米卡。接下来是 YJ， 我也是记忆的。YJ 也是呼声很高哦。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沙坡，哇，沙坡味到底有多好吃？嘿，大家好，我是莫仔希 ，Kelly。哇，好厉害哦 ！What？我要出门。去农夫市场吗？ Julia， 发现这蓝莓超大一个的。耶、yeah, ！我叫 Ben， 今年24岁，我很喜欢旅游，朋友们都叫我冒险王。旅行的意义。看不同的风景，认识不同的人，领略不同的美好，让自己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莫彩希、Helly， 还有 Ben 跟 Julia、Mika， 还有 YJ。好的哦，紧张的时刻来了，因为他们都真的不知道是谁得奖吧？好，潜力星星，旅游生活得奖的是莫彩希、Helly， 耶！Here comes Helly。 Helly 的影片呢真的很好看，我也有已经有订阅你的频道了。然后呢，他就是介绍一些美国啊跟台湾的不同的特殊的文化。It's very cute. Thank you. 好，好，我们一起合照一张。And one, two, three, big smile. And you can solo. Helly solo time. Thank you. You can say something to everybody.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讲，真的吗？你也可以用英文啊，我可以帮你翻译。好，好， okay. 我努力。今天要感谢每一位认真支持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She said she's very excited to thank you everybody to support her. Yeah. 其实我父母也在，所以这个很好。Oh, really? Hi, Helly 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Hi， 他们特地来吗？真的，本来打算来，然后刚好有哦，就所以不是特地来了。对，哦，我哎，可爱。对，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位帮我们投票、每天支持我们的朋友。对，然后特别感谢我老公 Adam， where's Adam？ Adam， I love you。Oh， Adam， you are so handsome。I know you have so many brothers， right？ Do you have single brothers？有十个，他家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 ，and they are in America now. Yeah. Please take them to Taiwan. Okay. I'm single now. 我想认识他的兄弟。可以。对对对，因为 Adam 很帅。对，真的真的影片很好看。然后呢，谢谢最后再谢谢一下评审。谢谢你们，非常感谢每位对。谢谢谢谢，开心哦！啊，最近要再回美国吗？没有了。明天一大早要坐飞机。每天要回美国？对啊，明天。明天哦，他说明天要回美国，我盯着你每天哦，明天回美国了。明天回去，然后三天后开学，我们还是学生。OK， 辛苦你了。没有，很开心可以来。希望你们飞行顺利哦。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好，恭喜。哇、wow.